道是橋咀島香港潛水的熱門地點，水退的時候那條路就會露出來了。香港都真的挺特別的，八點零九點鐘就已經去到西貢、香港的後花園啦。香港的 biodiversity 是很犀利的一樣嘢嚟嘅，珊瑚種類其實不會差得過外國很多。去到海岸公園，去到尖洲那裡有個海葵林，在外國見到通常是一朵，跟住你隔好遠你才見到一朵兩朵。在香港那個咧，半個足球場咁大，全部都淨係海葵林嚟嘅啫。咁呢啲係香港水底的寶藏，而唔係好多人知嘅咯。潛水係好得意的一樣嘢嚟嘅，喺水度上嚟之後咧，本來唔識嘅人都會變得好 friendly。住喺一個 marina 度咧，啲人行過係會打招呼。咁同一個城市嘅生活或者城市嗰啲擦肩而過係好唔同。住船在這裡睡醒，你聽到水聲，你聽到雀仔聲，你聞到海的味道，很 relax 的咯。開工沒那麼燥，開工絕對沒那麼燥。